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造厨，表演者靳鹤兰、朱鹤松，掌声有请。谢谢啊，给大家伙这个热情的掌声，谢谢各位啊，要火了，谢谢大家。上上上上也很有火的，这个下午场演出啊，这说实在话也是万万没想到，这工作日还来那么多好朋友，胜有如云啊，可不嘛啊，一看也算除了工作算够满了啊，来这听相声图个开心快乐，好多人当然我也知道啊，捧的也不是这些演员。昨晚捧的是我门口这块金字招牌德云社啊，老门东啊，这都是街区迷呀 啊，来这儿多开心，多热闹的演员啊！哎，这是一个相声名牌，有很多的明星大腕，但是看今天的阵容来说呢，可能明星没有啊，但是艺术水平来说呢，其实都不差。相声说都非常的搞笑，可不嘛，从头一场子一直到刚才那样的呀，说都相当优秀。哎，这逗的刘志山同刘先生，刘老师今年岁数不小了，哎，啊，已经到了快死的年龄了。快死的年龄了，就是怎么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岁数大呀，就是岁数大点儿，岁数稍微大，您长一些啊，这个岁月的痕迹在脸上体现的淋漓尽致。合作伙伴岁数小，哎，啊，今年。30是啊，30，俩人合作的这个节目也不错，五行诗，文化性很高啊，当然时间表演的不算太长，些许的欢乐，让人家休息休息歇会儿，换上我们哥俩来呢，再给您说一遍，继续给您说相声。我们哥俩好多朋友一上来有的认识啊，但有的朋友可能头一次来，对我们俩人不了解，比较陌生啊，跟您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了断介绍，多介绍一下。我的名字叫做靳鹤兰，德云社的一名年轻相声演员，不需要啊，短暂的停顿已经伤害到了我，真是没有想到冒出名字来这样的结果，这个掌声不要也罢啊。这是我的合作伙伴啊，姓朱，叫朱鹤松。万万没想到啊，现在的观众听相声看捧哏的，这逗哏的名气这么差吗？我的名字叫做靳鹤兰。你坐那个位置你连个朋友都没有，你朱鹤松。长得帅，谁说的？这好家伙的，这是什么眼力呀？这真是，也没见过那么直又晃过的。我从心里暖洋洋。对，单说外头那个，每个人喜爱一点，审美也不一样。一位之音胜似百位，没有这么说的啊。但是今天这些知音可能多一些，是吗？啊，可不嘛。哎呦，单说啊，不仅仅说是长相美哦。这个长相，你说帅不帅的，这真是，我心啊，就是一时父母对贺松厚爱吧，就是喜欢您的人呢，啊，不吝惜这些美，真是心里怎么说呢，这暖洋洋啊，真是找不着再好的词汇了，但是你外表你这个味儿，对，就可爱，哎呦，可爱谈不上。哎，对，这也谈不上，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捧哏贺松，这叫点整的，捧哏贺松。古有水果月生，今有捧哏贺松。嗨，鼓掌的人，你们解释一下为什么？上个月说谁？水果月生，水果月生是谁？什么掌？真是，我那个掌都瞎了，真是。谁呀？杜月笙。杜月笙叫水果月笙啊！哎，你
一个捧哏贺松，捧哏贺松，但是何哲，哎，但是来说你可能在捧哏这方面确实啊有指导之处。哎，我准备做捧哏行业的扛把子。啊，在捧哏这方面您就算头一把了。哎，但是你有好多捧哏老师也都是很优秀。我还得努力呀、啊，贺松在这行业当中取得一点小成绩，靠的就是够狠，义气，兄弟多。胖哥，你真说你想做这个扛把子，扛把子，反正也是这比较匪类的词汇啊。这个捧哏一哥，没有啊，行吗？努努力，我努努力。哎，努努力就是捧哏一哥，成功的是捧哏一哥，哎，失败的呢，捧哏一哥们。我奔着努力，哎，成功的路上走，都走。但我觉得你没问题，谢谢。因为什么呢？你在捧哏这方面自带天赋。哎呦我。语言呢有那个怎么是幽默感，他不像我，我其实我在相声那个逗哏这方面，我就属于什么呢？愣干，愣干，愣干。哦，这就是好多朋友一看咱们哥俩都捧您，我就算比较失败的案件。哎呀，那也不必骄傲，怎么骄傲？我这还骄傲？那也不是妄自菲薄了。那有人觉得天赋确实差一点，有人都琢磨着我是不是有一天我就说。不适合干这个行业，干点别的，转业了。我择业嘛，有这样的。就像您那想干点什么呀？你还能干点什么呀？你还想干什么呀？你有点想干什么呀？哎呀，这自己也琢磨过啊。你真说我干点别的，尤其你为什么选择相声？为什么呀？懒。懒选择了相声，因为觉得行业简单呢。哦，来钱快啊。哎，对吧？你当时你说要干点别的吧，又不知道你自己会点什么。哦，你比方我问你啊，真说有些相声你要不干，你能干点什么？相声这个行业，如果我要不干了，我准备去上海。去上海大都市啊？哎，干嘛去？做一个大亨。你真是往上走啊！那上海的大亨想当就当啊，哎，我先报上名呐，那早晚有我当上那么一天。我要成功，这是个行业是吗？对，上海大亨，就在我报名，我房地产大亨，我先报名啊，我会不会两说，我先报上名。大亨当上了就当一个巨鳄。老板，巨鳄。电话号码我发给你。你多吃点就不饿了。真是笑破贺松的肚。这个你说当这个上海啊某一行业的大亨啊巨鳄呀，这不是一般人。哎，对吧？你在这个行业里，你得达到登峰造极的状态，你才能有可能成为。但是你不要像我，因为我要唯一真说拿得出手的，自己真说有点手艺，可能做饭还行。哎，这个人做饭非常的美味。你说你让我们出差啊，宿舍啊，我基本我肯定都吃。哎呦，他做饭可以称得上是。很好吃，真不错。这不跟大伙儿夸张吗？哎，有机会啊，有机会都大伙儿请你们去我家里边啊，这啊，我还就这么一说，就不夸张。确实是好吃的，我们家也没那么大啊。哎，来，有机会嘛啊，有机会咱真是一个有什么某个节目啊，做个饭大伙儿瞧瞧。没错，因为我做饭的这方面，我第一我觉得我自认的有天啊，第二我属于家传。哎呦，老祖先就是做饭的高手。哎，别问老祖先，没那么传啊。老祖先也会做饭，和我没关系啊。我父亲，啊，你还有个父亲？废话，废话，不是，我舌头蹦出来的。不是，我这还后边这，哟，这个相声演员怎么这么死抠这个字眼呢？我说的是人话吗？你还有个父亲？你给我爸爸说没的。我后边还有，我天天给你演个出，我爸爸没了。是。我后边还有说话慢，还有后半句，还有后半句什么？不是你还有个父亲啊？这不是他什么话剧啊？我还没说完呢，打断别人说话是一个很没有礼貌的行为。你给我爸爸说没了，你礼貌？不是你父亲做饭好是吗？好啊、哦，我父亲是个厨子。啊，厨子啊，对对，厨子啊。哦，
过去在这个大饭店工作过。在哪里呀？北京。哦呦，北京前门大街有个地方叫大石烂工作过。哎呦，大石烂那是一条具有几百年历史的老街了。哎，就类似于这个老门东，你街区里有一家，对对对，有这古香古色一些商业街吧。嗯，哎，我父亲在那个全聚德，嗯，听说过吧？老东方都了解过。全聚德，我父亲过去年轻的时候在这个全聚德里做鸭子。拿我父亲来说，年轻的时候在全聚德上鸭王。五湖四海的，谁到人全聚德要不点我父亲，瞧不起他。鸭都称王了，鸭称王了，没法见啊。什么叫鸭子？全聚德那边烤鸭嘛。对，做烤鸭王者。哎呦，他曾经是个王者。对，后来说成算了。这人讨厌就坐在这儿啊，给我抻个头，我接他个话，他还笑我。我没有笑话，我笑天下之可笑。那会儿我在那儿这个做的烤鸭，烤鸭子做的很棒。哎呦，真是酥脆流油啊！啊，对了啊，当然说那阵儿啊，过去他年轻的时候在那儿工作，挣的钱并不多。我少点，别看那么大饭店啊，这厨子给不了多少钱。他不像现在，你可能聘请个厨师，一天给好几万，那阵没有啊，很少。不听话您烤肉，不听话拿你当鸭子了。但是那您看，家庭啊的生活还得生活着，对吧？得需要资金的注入。嗯，你这个挣钱是一方面，一看这不挣钱怎么办呢？接一点外活。什么意思呀？就是你比方过去有那个有钱人家，嗯，红白喜寿事不去这饭店，把厨子喊家里边来。哦，在家里边弄，自己搭个灶台，搭个大棚，流水席那种的。嗯，过去这叫什么呀？有个地方叫灶厨，私人堂会呀。哎，可以这么说。嗯，有地方有搭大棚。对，我父亲就接着这个活，那还挺厉害的呀。我自小就受这方面的熏陶。哦，你看，比如我父亲要干这个活的时候，我要是得过的，基本就都带过去，带着您，哎，到那儿长长眼界。在这干嘛去呀？到那儿跟着我父亲干点下手活。哦，包个葱，包个蒜什么的。哎，不不不，啊，那是什么？属于什么？这属于零活。哦，我这是下手活，刷个碟子，刷个碗。不，那是杂活。我这是下手活，扫个地，擦个地。那是脏活。我这是下手活。怎么个下手活呀？啊，就是我父亲看上什么了呢，我就给他拿家去。这不是偷吗？嚷，这是嚷，站在老门东牌子比这嚷去。这是偷啊。偷你家了？偷我们家，给你爸爸脑袋踹碎了。偷我们家嚷嚷什么呀？这不曾经是个王者，现在这不说啥算了吗？还偷呢还。这不能你非得说偷啊！过去还有那句话呢，厨子不偷，姑姑不收。哎呦，他还一套一套的。他并不是说真偷走，就有什么呀？有那个有钱人家了，做一顿饭呢，你保不齐的剩点那个小材料的边角料的啊，对不对？人家家不在乎，怕扔了，扔了多可惜呀！哦，咱拿点回去够一顿的，哎呦，干水呗。你家有拿？你家怎么出？不是，是干净的水。那么你们家大桶的，别喝，那都喝进去喝吧。真的都喝进去，笑话老文东啊！太不好意思了。不是，他就是什么呀？有点边角料，食材。来个头啊，那个一个头啊，也没那么可怜啊，没那么可怜。我们炒菜用买了50根黄瓜，你可能就用了48根，你估计2根怎么办？没拿走了。哦，还认识。干这下手活。再说你要说偷，偷不好。嗯，我们有行话，叫什么呀？我们叫佛。哦，你们这个行业把这个偷叫做佛。对，叫佛。嘿，术语。嗯啊，你要说走不能叫走，要脚行。脚行。用脚行走吗？哦，脚行。那阵我就记着你，我经常干这些活。那搞过来什么东西过吗？太多了。哇，真的有哎，太多了。我印象最深的啊，那阵千禧年。哦，千禧那得是二，那得是不重要。哦啊，不重要。2000年，2000年。哎，我那阵我才10来岁。哦，啊，就是我90后啊，我那阵9岁。哎呀，那你给我喊点我点什么啊？
这个九岁，但是你要往虚岁来说十岁吧，就那个年龄段，岁数不大，有一东西一天，有一家主家啊，老爷子过寿，请我父亲到家里做饭去。我爸爸您看我带着我一块儿去吧。好啊，到了人家那个后厨房子，往那一站定，打眼这么一看，太开心了。这开心什么呀？哎，可服的东西太多了。这里边有什么呀？你就说他那案子上面啊，四十斤的猪肉，四十斤的牛肉，肉。我爸指这两块肉，这样，包总，哎，你是个聪明人啊，如果带着你去让你服，你怎么服？拿起来，搁身后边，顺着墙，后边蹭着走。就这个模样被发现了呢，给人放下呀！发现了还拿，那叫抢了，那叫一个是拘留，一个是判刑。这个废物是，挺聪明一孩子，到要你拿点东西，大不了啊，就这么愣巴巴的往外走。不是你拿人让人看见了怎么？给他做掉，灭狗，给他挂身上，把肉挂在身上。别这方面，你看我比你聪明吧？啊，那肉都成扇儿了吗？可扇儿的大肉啊，肉扇上打俩窟窿眼，牛肉、猪肉都打上，找那个粗点的铁丝啊，弯好了钩，按 M 形式的那种钩啊，拿过去。哦，给他穿在一起。啊，这是时候。乐什么呀？没事。穿在一起，然后从那头顶套进去，四十斤猪肉在前胸，四十斤牛肉就挂后背。哦，这就可以了。这你挂身上多棒啊！这就赶紧走吧。我刚来，矫情。这刚来就矫情。他那些肉挂上了吗？别忙啊，嗯，还得投啊。案子旁边，二十斤大米，他把二十斤大米，包走。这也挂身上？挂身上啊，但一般人不会挂。我叫给你。过去穿那裤子扎腿的，对，不像现在牛仔裤的松的腿啊，都扎死的。顺着我那右裤腿倒进去，满当当一裤腿。哇，这就是招啊！这多新鲜呢！可以走了吗？走不了。这腿二十斤，这腿空的，失衡了。这时要走就跟化缘似的，改的圆规了。这多新鲜呢！那怎么办呢？这腿也有点东西啊！哦，桌上有十斤啊，干货。什么叫干货呀？木耳。银耳、花椒、大料、八角，就这类型的吧。哦，顺我这左裤腿倒进去，这一倒进去，坏，怎么了？太扎了。哎，这八角转着圈的扎吧，这得解决，扎着死穴就完了。我得解决这八角为什么会自转的问题。哎呦，我怎么扎了？我怎么办？来，十斤小米儿，留着味儿。嘿，正合适，这赶紧走吧，别忙了。啊，还得刨。方台上面有四瓶小磨香油，油，香油，我走，液体，液体，贵公，这得往下喝吧，这得，喝完了呢，回到家排出来，再拿勺往外劈，只要是好香油，它怎么都是香的，它不是那个好香油，你怎么能带香油？香油啊。划肠子，你知道吗？正好油也带回去了，这点肠毒也带下来了。回去炒菜就用热油啊？对呀、啊，你别撇底下那个酱的，你得吃。我的天，你这你眼睛太脏了，你这个人。你喝不行，我喝也喝不了这么多遍那玩意儿，喝是喝不了啊。旁边有个大盆，嗯，大盆里泡进几根猪的肠，这干嘛呀？猪大肠啊，你比如龙骨都用得着了啊！哎，但是这个时候当一个载体，嗯，一头啊系死了，另一头撑开了，四瓶小磨香油顺这口噔噔噔噔噔噔倒进去啊，系好，往腰上这么一围，如果觉得不好看，可以系一个蝴蝶结。人类多残忍，他肠子受不了，他给猪肠子过进去。那猪死了，死猪无法开水。真无聊。猪啊，宰了你这猪有好多部位，这大肠以后人吃点别的，大肠刺身啊，他这个身上连一个大肠，有好的东西啊。包完这个香油呢，正好一低头，这猪大肠旁边还有盆，还有盆里是一点泡的粉丝，
哦，就是那种那个鸭血粉丝汤里的那个粉丝。对，细粉丝啊，就那些类型的，有这个粉条啊，就这个泡这个。这是五谷哪儿啊？这佛头啊，你要说直直愣愣的泡不了，也不好放，泡的软乎乎的，拿手啊探进去，抬起来。往脖子上面一围，还真有招儿。哎，正合适，这得赶紧走啊！为什么呀？一会儿等它干了，你就越来越紧，越来越紧，就有一种窒息感了。我真成绞刑了吗？没那一会儿，我到家了。哦，这回可以走了吧？哎，也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刚说走，你看，哎，案子上边还有一碗水淀粉，淀粉都不放过。你回去你吃个饭炒个菜，你勾芡用的。对，你各地方叫法不一样，有地方叫淀粉，有地方叫团粉。嗯，哎，水淀粉，你要是拿这个直接拿不好拿。嗯，水化开了也不太好拌。哎，放冰箱里边冻硬了，冻成一大冰坨子，放这头顶上面，但是立不住啊，立不住。我爸把帽子拿过来，他一扣，嘿。就说透心灵，哎呦，这点心火全拔上了。哎，透心灵，心飞扬啊，啪就搁里边了。哎，身上这些东西也不行啊，这愣巴巴出去，嗯，哎也不合适。我爸把他那个衣服脱下来了，棉袍子，哎一脱，往我身上这么一围，哎呦，全罩在里边了。嘿，从外面看一点也看不出来。现在要把你炖了，你多香！好，自带食材，这炖个肉什么都出来了。哎呀，身上挺好，就稍微胖了一点点啊。刚说要走，我爸爸眼神是真好。人有一桌啊，吃完饭，桌上有这么一个铜火锅，两个小伙计正在撤这铜火锅，让我爸一眼逮着了。一指那铜火锅，这个，我走。这搁哪儿啊？这个说实在话也不太好拿了啊。哎呦，但是我爸爸让我拿，咱也得拿着。我琢磨着这也行，里边有好多吃的，肥牛啊，肥羊啊，大虾呀，干贝呀，都有，这回去够一顿啊。你真说这个吃完了火锅也能值点钱，那就是问题就是怎么服是个问题，如难呢。思来想去，看了看自己，唯一合适的地方可能就是当下。哦，这么大富裕的地方，我罗圈没管得着吗？插星腿儿啊，什么插星腿儿？正好鲁过来，还不括号儿啊？咱有这个琢磨着，正好这个位置也合适啊。你琢磨拿俩粗铁丝挂那个铜火锅那俩耳朵上边，不合适吧？用俩铁丝挂在火锅耳朵上，啊，火锅你别干我耳朵呀，火锅，他乐意吗？你问我，我乐意吗？这宝宝，他乐意，那你就瞪着吧，瞪着他乐，他没说话。对，挂这俩耳朵上边呢，然后呢，我慢慢我走到正上方，啊，哎，差不多位置啊，哦，然后稍微蹲一点，蹲一点。这样往里搁呀？什么叫往里搁呀？这个搁这个词儿你是怎么用出来的？我以为你是往上光往上砸呢。我往下住。哦。我该往边坐进去。不好吧？坐进去。气得老家话都出来了。失态。坐火锅拉火锅。没话没消化、啊、哎，拿那个一头啊挂那个火锅耳朵上，另一头呢挂自己的腰带上面，挂自己腰带上面啊，别挂那猪大肠上面啊。猪也不乐意，那是我也不乐意。哎，差不多了啊，哎，那边起身，哎，再坐上去，正合适，哎，正合适。你要真说啊，唯一有点小缺陷啊，哦、就这个烟囱离我这个裆就这么高，别瞎动啊，你别瞎动，没什么事儿，确实没事儿，没什么事儿。对，哎，棉袍子一围啊，看不出来啊，走，正合适。哎，我爸爸看着我，差不多啊，啊，表情，嘿，我的妈，这屁事儿，我跟谁打招呼了？就走了，嘿，表情，走，走。走是走不了了，干嘛呀？我九岁，嗯，我充其量那阵儿我也就六七十斤啊，我身上背着小300斤的东西。你爸爸拿你当骆驼，你把我拿我当什么呀？嗯，这怎么走啊？走吧，就我这浑身上下的装备，
子弹都打不透我。那你得中午你也不能在这待着，求生自己活仨月啊！哎呀，往外蹭，你想迈大步子，那就快步子走不了，蠕动呗。哎，就一点一点往外蹭呗。但是你这样走，你走得慢呢，人一看，哟，这孩子有病，怎么走这么慢？要骆驼啊，小骆驼，拿一老豆苗儿假装掏耳朵。掏耳朵走得慢，掏耳朵走得慢，主是意呢，很正常。支个拔子，掏着耳朵，慢慢的往外蹭，眼看来到大门口，我再迈一步就出菜园儿。嗯，我爸爸也是不小心，门口立把铁锹，他给夯倒了。哦，铁锹，夯倒你，夯倒你，走里头就得了吧，咱们不行，强迫症。哎呀，夯倒他也扶起来。你说你这个身材，你在这扶起来多方便，他治过我，直立铁锹。这个扶起来啊，说完话往外他就走，我这掏着耳朵呢，我也是紧张，外加他那劲儿也是不大，一下我没听错，听成什么了？他说扶起来，抖起来，把大铁锨偷走，你琢磨什么呢？我说走着了，抖起来，走起来，还扶呢？就掏锨。小凤仙，我这个浑身上下哪个东西不比他值钱呢？对，我缝个铁锹，我回去我干嘛呀？我这个，子不尊父命，乃为不孝。这也是王烈祖，就你这个字眼都怎么用出来的？换你胳膊。哎呀，想来想去呀、啊，我缝那锹头。哦，锹头啊，铁的，它是至少来说值点钱吧？嗯、木头把也有用，这么木头的也不贵。得呗，我给他敲头活下来，我也找地方放好了，也有地儿搁了。搁哪儿啊？放那个屁股蛋子那块儿。你在干什么？我说就说，这个往里搁呀，这个真是，厉害。贴那屁股蛋子上边。哦，贴上边呀？干嘛呀？搁里边。对，是个娃子，我就拔那个铁锹，我正拔着，人主家往外送客人、嗯，一眼就逮着我了。嘿，干嘛的？哎，谁家孩子？我也害怕呀，我不是，我没干嘛，我有病，我有病。我爸，您看赶紧过来了。哟，您好您好，这您不认识？嗯，这我儿子，早晨跟我一块来的，您忘了吗？小骆驼吗？是你们家孩子呀？早晨来的时候，我记得是个小瘦子呀。这才多半天儿，可是够肥的了。胖子，甭说他了，见师傅跟你说个事儿吧。怎么了？刚才后厨房我转了一圈，原定我们家准备了50桌的饭菜，现在上到27桌，后厨房没东西了。哎呦，你身上背着60多桌的食材，这你这个数学都怎么算出来的？连我们自己家的都背着呢，啊，咱们上房对个账去吧。倒的话，行，我跟您去，我跟您去，让我们孩子先回去吧，让我先走。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抓贼你得抓脏。哎，一走了，死无对证。啊，什么叫死无对证？就没有死物，没有对不上证了。啊，我出这个院，这东西我就说我是买的。哎，买完就乐意挂身上。哎，对了，我这好方便。小骆驼，这你管不着了。主家倒是挺客气，别呀，不耽误，一块儿来一块儿走吧。好，来吧，孩子，来。一伸手，怎么就这么巧？抓我那根猪的肠子。逮着了。嘿，猫它挺软乎，哎，小伙子皮带不错啊。来来来来来，他往他那边一拽，我跟他那么一挣吧，打成蛇了也不要紧呢。里边那香油顺着我大胯他就入了，主家就傻了，这真是背着牛油，背着牛油就是这么来的吧？钻到了油穴，好，这是尿了吗？好，这开始尿香油了，这个吃的都是什么呀？这是，来吧孩子，拉着我可就奔了账房了。到账房我说冬景天，过去冬天比现在冷得多，账房先生可能也是怕冷，一屋4个小时点了4个炉子，哎呦，腿暖和的啊。他在那儿了，他拿把扇在那扇，
我父亲呢，在这跟人对账。我这跟我倒是挺客气，哎，随便坐啊，坐坐坐。我说我不坐了，我坐忙您的啊，忙您的。怎么不坐呀？怎么坐呀？不是那样坐，坐怎么不会呢？我哪样坐？我当下还有火锅呢，我哪样坐？我真把火锅搁里了，这都坐得了吗？我这忙您的吧，我别照顾我，我溜达溜达吧。主家这边呢也是对得上，有一搭无一搭就瞧着我，溜达玩呗。哎呦，溜达来，溜达去，溜达去，溜达来。这一溜达可是不要紧，怎么着？坏了事儿。煲火锅的时候忘了个致命的事。什么呀？我放倒汤了。这你还着着火呢？来看你，我这一溜达前后厅那么一护着，里边可就进了风了。哎呦，死灰复燃。知道。那火苗子抖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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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刚才我说了，烟囱离我当这么高，火苗子上来了，火苗子四米多呀。对，给我点了，给我火化了多好啊！他甭管几米了，他几厘米我也受不了啊！对呀，好，这九岁小孩儿往那儿，爽！哎呦，疼得我那个难受，我就看着我爸。让你投，让你投，孙子没了吧？受了多大的痛苦！哎呦，我是越溜达越难受，越难受我越溜达呀。没一会儿，我那汗可就下来了，出汗了。出汗不要紧，我脑袋顶上还有个团粉了，大大的。这团粉可就化了，哟，顺着我脸往下流白道子呀。这一下，这主家就吓傻了，赶紧给我爸爸拦住了。进师傅，别说了，瞧瞧你们儿子吧，老少啊，脑浆子都出来了。别说了，谢谢您啊，感 谢您。那个传统的节目叫造厨，对啊，希望大伙能够喜欢。谢谢啊，爱听的我们哥俩也再多说一点啊，你们要不爱听了呢？你就小点声说，好多朋友慕名而来，喜欢相声，哎，也喜欢德云社，好多的演员呢，真是尽己所能的给您各位朋友带去欢乐，希望每一位好朋友都能说出满意而来，笑口常开，开开心心的，这是人的生活一种状态，真是这样，其实挺好。那刘先生今天来说看得出来，好多朋友看他来，哎呦，我谢谢您，我从心里暖洋洋。朱老师在这个相声方面呢，确实不错，说得也好，台上呢也是很优秀的一个人，但仅限于台上。好多朋友对他的了解也仅仅是台上，哎，很幽默风趣，啊，说的小包袱也好，看得听出来啊，在台上一看，老实实一孩子，哎，就像三好学生一样啊。台底下。截然相反，哎，我就一下台我就黑化了啊。朱老师台底下来说吧，咱也不能说人性不好吧，咱只能说很刺啊。就是他这种开玩笑的方式一般人接受不了。我开玩笑怎么接受不了？就是你不分时间场合的跟你开玩笑。不分场合的你们还得接婚礼玩笑呢，就这个场合。就是台上我有时候我能接受，台上为了观众服务，大家伙开心拿我开玩笑无所谓啊。台底下还这样，这就有点讨厌。这样不行啊，怎么能不行呢？你了解能说吗？能说呀，说个事儿啊，别让我给问住了。去年啊，去年我忘几月份了，咱们去云南演出去，哎，上那个美丽的彩云之巅，往云南演出去。啊，因为去了好几天吧，我也头一回去，说到那儿连玩两天，玩了有那么一天吧，我跟说跟这个当地的好多的老乡们，我说聊聊天，聊聊当地的风土人情啊，一些地域文化呀。我跟正聊着天呢，就这点玩意儿。多着一盆水就照我过来了啊！我跟人说说话，照我啪就泼了一盆，浑身上下全湿的。你说我跟人聊着天呢，你这种行为就很不礼貌。乐什么乐呀？要死吧你！哈哈哈哈哈！真是不懂行啊！这不人家正过这个泼水节呢吗？我这泼的越多，祝福越多，祝您扎喜得累呀、啊！
啊，你那意思说这个泼盆水倒反倒是对我好，对，当地习俗，没错。那这样我问住你，啊，反过来泼你一盆，你凭什么打我？我想打死你！我泼他的是凉水，他泼我的是开水。我那是总开吗？不开吗？总开吗？不开吗？我都烫完脚的了，去你的！